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在我眼前呢是我们的鸿华工程统包行，鸿华统包工程行的彦翔大哥，他现在在音架上面，好，帮我灌泡泡，还要打吸力控。彦翔大哥，那个洞的话，你是用水泥补的？我的话，用那个弹泥跟那个弹性水泥，跟那个纤维瓦。哦，纤维瓦。因为这样子补的话。它寿命比较长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做功夫诶。这个音架搬上来的时候转弯不会很不好转吗？这个很大呢。不好转。对啊。移动式啊，所以姐姐你是专门负责移动的。看起来是。你坐好。对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接下来是右边嘛，左边打完打右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OK。胸部啊。